走。走，喝咖啡吗？好。谢谢。耳朵啊。嗯。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昨天在台上演奏的，她叫林清卓，是我志勤老师的女儿，最近刚从意大利回来。昨天老师特别打电话来吩咐我，在他回国这一段时间，要多多照顾他。哦。他最近有一个主题曲演奏要和我合作，就是你配音的那个项目。他还有得奖的小提琴，也需要多磨合。我必须要跟他做一些调整，所以他希望可以在我家住一段时间。我答应了，明天我去接他回来，提前跟你说一声。这里离你的录音棚不是比较近的吗？你住在这里不是更方便吗？你是耳朵吧？我是林清卓。你好，这段时间恐怕要打扰了，请多担待。不会。不是说好明天去接你的吗？我一个人在酒店很无聊啊，想着能不能早一点过来工作，想给你个惊喜吧。是不是变惊吓了？你们先聊吧，我下去把早餐给做好。淑薇，你等会儿帮清卓把行李拿上去，嗯，收拾好了你们就下来吃饭吧。谢谢你啊，耳朵。不用。我爸妈听说你回来了，想找你去家里吃顿饭。真的吗？我也好想见叔叔阿姨啊。这次回国行程一直很满，都没有时间拜访。你在做什么？饭好了，叫清卓下来吃饭吧。嗯，他说他马上下来。明天新西游记的内部庆功会，你什么安排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来工作室找我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嗯。